看普法故事，品百味人生，这里是普法栏目剧，我是主持人王小磊。今天呢，我们要给您带来一个新的故事，叫做迷迭香。迷迭香是一种植物啊，一种花儿。据说这个迷迭香呢，是象征着这个爱情、忠贞和友谊。那当然，我们今天这个故事呢，也就是围绕着爱情、友谊和回忆展开的。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叫刘欣，她是一个长得非常漂亮的姑娘，性格温和，比较内向。大学毕业之后呢，人家经营一家自己的服装店啊，干了四年，还有一些回头客，生意也不错。刘欣呢有一男朋友叫王子宁，哎，这小伙子呢心思细腻，非常的上进，两个人的感情也很好，眼看呢就要结婚了。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两口子要想结婚啊，除了感情好之外，还有一个先决条件是什么呢？就是要彼此坦诚，而且这个坦诚呢，在今后的这个夫妻生活，在这个爱情生活里面也非常的重要。可是问题就恰恰出在这儿，刘欣的心里啊有个秘密，哎，这个秘密呢他没有告诉过子宁，而且他也不打算说，所以这个秘密就像噩梦一样围绕着他挥之不去。发短信了吗？你没看见。行行行，这妈，你看我给你送点汤来，说结婚呢也是一件特别费体力的事儿，所以让你提前先补补。离咱们结婚还有三个多月呢。哎，老人家嘛，对不对？肯定得为儿女想啊，得听话，听话都喝了啊。嗯，乖。我公司还有点事，我就先走了，明天我再过来陪你啊。那你开车小心点啊。嗯。啊？不弄他们，防贼的还是防我呢？哼。嗯。我先走了啊，别忘了把汤喝。嗯。亲呀。哎呀，行了，快走吧，走走走啊，拜拜。拜拜。试一下吧，我已经在路上了。好了，那晚点说啊。嗯，拜拜。哎，咋开的车呀？不要命了？师傅，我就在这下，给你钱。哎，好，不用找了。谢谢啊。刘欣，真没想到能在这儿碰到你。哎，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上个礼拜。
我这一走也快4年了吧，没想到这城市变化这么快，我回来以后啊都不认路了。哎，刘洋他还好吧？自从你走了以后，我和他就再没联系过了。是吗？我听说后来你也转学了，你为什么要走啊？喜欢的是你，为什么把我劈腿？为什么？你放开，你先放开再说，放手啊！我不管，我喜欢的是你，我不喜欢甜甜。说啊，改天找你一起吃饭。我跟他说我在街上偶遇了闺蜜，他比我还兴奋呢。刘鑫，你是不是还很在意以前的事儿啊？没有，都过去那么久了。再说，那个时候我们都还年轻。你能这么说，我真是太高兴了。你知道吗？我多怕这个结在你我心里结一辈子啊。真好，闺蜜找到了，我又找到了一个很好的男人。刘鑫，你知道吗？我就要结婚了。结婚？嗯。是吗？那恭喜你了。哎，你可别光恭喜我，你答应我的事儿可要做到啊。我答应你的。啊。当伴娘啊。不过，也许是你先给我当伴娘呢。是吗？真的？我要上班了，晚上我给你做好吃的啊。刘鑫，你怎么在这儿？甜甜。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男朋友王子宁，这位是白甜甜。刘洋，刘洋。你好，你好，你怎么认识我啊？我看他家里摆的全是你们俩的相片。啊，是吗？果然是闺蜜哈。要不这样吧，我请你们一起吃个饭吧。哎呦，早知道一起了，我遇见你们之前，我男朋友刚走。要不然这样，先要叫你男朋友，咱们一块儿吃个饭。行，好。刘鑫和她的闺蜜白甜甜两个人大学时候就非常的要好。白甜甜呢家境很好，这女孩子呢性格很豪爽，为人仗义。可是偏偏白甜甜的男朋友啊，刘洋喜欢刘鑫。
当然，刘鑫呢是拒绝了刘洋啊，可是呢白甜甜不解了刘鑫，从此之后两个人就断交了。哎，这闺蜜一断交就是四年，四年过去了，闺蜜再度相逢，两个人呢就说时间是最好的什么武器啊，说这个都能被时间磨平，反正两个人就重归于好了啊。两个人呢现在也都找到各自的幸福，这本来也是一件好事啊。可是随着甜甜的出现，一个熟悉的身影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刘鑫的生活里。这个身影对于刘鑫来讲啊，既熟悉又恐惧。刘鑫很快就发现，白甜甜和这个神秘身影交替的出现，并不是一个巧合，他们俩之间有着莫大的关系。二一 ，surprise！ 哇！甜甜呀，给我打电话，让我给你办个生日晚宴，怎么样？那晚宴够惊喜的吧？亲爱的，生日快乐！太感动了，亲一个。哎，快坐。好，老公，你快点儿，人都来了啊！快来，快来。哎呀，感动吗？哇！来来来，我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的未婚夫林逸斌。今天晚上的菜可都是他做的哦，他烧菜可好吃了，是吧？哇，我那还一个菜呢，我马上，那你快点啊，快点，咱们坐吧。嗯，饭咱们也吃完了，要不然咱们去哪儿玩玩吧。嗯，我提议咱们一会儿就去咱们上学时候经常去的那家酒吧吧，怎么样？行啊。我今天有点累了。嗯，那也行，改天我请客。嗯，哎，你还愣着干嘛呀？还不赶紧给寿星上蛋糕。好好，过来，坐好了，来来来来。怎么了，刘鑫？没事，吃蛋糕，吃蛋糕，啊，吃蛋糕，靠离我近嘛。Thank you.
你干嘛呢？没事，我刚才有点困了。做噩梦了，没事了啊，没事。行，别瞎想啊，睡。来，帮你盖上。4年前，白天天误会刘鑫勾引自己的男朋友，啊，刘鑫很委屈的跑到酒吧喝酒，被喝多了，结果呢，就被这个林义斌给强暴了。当然，林义斌强奸刘鑫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236条的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可以处3到10年有期徒刑。受到这样严重的伤害，当然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刘鑫肯定是要立刻报警，然后利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但是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之下，刘鑫选择了沉默。啊，刘鑫我们前面也讲过，一是他本身性格就比较内向，自尊心非常的强，他担心报警之后这个事情被所有的人都知道，那在这种舆论的压力之下，他根本没有办法承受。那么在这4年当中呢，他对于男性非常的排斥，一直到他的男朋友或者说未婚夫王子王的出现。王子宁的善良对他的这种关怀慢慢的温暖了他的心，他接受了子宁。可是万万没想到4年之后，林义斌会再次出现在他的生活当中，而且林义斌居然是他的好朋友白甜甜的男朋友，这样的一种身份，刘鑫内心觉得非常的恐惧，非常的震惊。原本4年前已经被彻底刻意的忘记的那些往事如潮水一般涌，而当他平静下来的时候，他现在又开始担心林义斌这个人，他当初会伤害自己，他现在会不会伤害白甜甜？可是他又应该怎么样去告诉白甜甜？他现在心里在担心另外一件事情，如果这一切的真相大白，子宁还能不能接受自己？而恰恰就在他内心纠结的时候，林义斌居然找上门来。欢迎光临，刘鑫。刘鑫，走。刘鑫，你别激动，你冷静点，刘鑫。我冷静点，刘鑫。快点走。我不伤害你的，刘鑫，你别。我就是想跟你说。刘鑫，对不起，这些年我一直想跟你说这句话。可是我没有勇气。那天我真的喝多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我对你做出那种事情了，刘鑫，
现在说什么你也不会原谅我。我知道你恨不得现在马上把我送进监狱，但我请你想想甜甜，这三年我也是在不安和愧疚中度过的。自从我遇见他，我才想重新开始，像个人一样活着。我想给他幸福，如果不是他，我甘愿去自首，但我现在不能。他知道我以前做的一切，知道这会对他有多大伤害，我不想伤害你，所以我求你，我求求你，你让我做什么都行。过去，我可以当的都没有发生过。可是，是你，都是你。你为什么要出现？你为什么要毁了这一切？你为什么非得是甜甜的男朋友？她是我的闺蜜，但是我眼看着这一切事情，我就没有办法告诉她。我看见她，我就想起你，我就想起你对我做的事儿。我带他去美国，我们永远都不回来了。这样你就不会见到我了，你也不会想起那以前了。只要你不告诉甜甜，我保证我不会再出现在你面前了。我知道你担心他，他也许会因为看不见你难过一段时间，我保证我会让他幸福起来的。我向你保证。真好，闺蜜找到了。 Surprise， 亲一个。来，我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的未婚夫林一斌。给，这是你落的钱包。谢谢，太感谢你了，还让你帮我送回来。没事儿，下次小心点，别再丢了啊。好的，谢谢。那我走了，拜拜。哎，刚刚那个女的是谁呀？哦，你说刚才那女的呀，自己做生意的，好像还挺有钱的，在我们酒店包了间房，好像办公呢。刚才那男的吧，好像是他们一块儿，关系还挺暧昧的。哦，行，那我知道了，我走了啊。拜拜。
幸福。刚才那男的吧，好像是他们一块儿的，关系还挺暧昧的。那你今天约我吃午饭了？我都好几天没见你了，你那么忙，最近也没时间见你。嗯，你未婚夫呢？啊，他这两天出差了。那咱们先进去吧。好。哎，你怎么在这儿？甜甜。我有一哥们在这儿，我过来看看他。你怎么在这儿？哦，今天中午刘星约我在这儿吃饭，正好我们一起吧。不了，我公司那边还有点事儿，你们吃吧。那咱们晚点电话。嗯，那好吧，那你去忙吧。好，走了。拜拜。拜拜。走吧。嗯，真巧。真是你啊！你说你爱甜甜的，你转眼就和别的女人开房。别的女人，现在这屋子里面只有我跟你。你是说你自己吗？短信我已经发出去了，一会儿甜甜就回来。闺蜜和她深爱的男人在一起，受伤的会是谁？还有，你男朋友应该还不知道我们的事儿吧？我警告你，放聪明点，不要多管闲事儿。你是要拿着你的手机离开呢，还是在这跟我继续恩爱呢？下飞机就过来了。按说这三个月应该过得特别快，你说在我这儿怎么就这么……你怎么
知道，我来想办法。怎么了？刚刚谁打电话？项目那边。资金链出问题了，一时周转不开啊。需要多少？200万。200万？这么多？要不我去跟我爸借点。哎，你在分公司那边也有实权，能不能从公司那先给我挪点？你让我挪用公款？一个月的时间，公司那边的窟窿就能补上。然后呢，我就用我赚到的第一笔钱买一份大大的彩礼，去你家跟你爸说说咱俩的事儿。嗯，好吧，但你得向我保证啊，一个月以内必须把钱拿回来，这可不是个小数目，被我爸知道了我肯定死定了。遵命。老板，这件衣服怎么卖啊？甜甜，你今天没上班啊？哦，我今天跟林玉斌约好去银行，他们公司资金周转出了点问题，我帮他拿点。你拿多少钱啊？200万。200万？怎么啦？啊，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们又没结婚呢。哎，没事儿，我相信他。哎，他来了，那我先走了，改天再聊啊，拜拜。哎，甜甜，林一斌让甜甜利用职务之便把公司的200万拿出来给自己用，一旦白甜甜真的拿了这个钱，他的行为就触犯了挪用资金罪，而且两个人属于共同犯罪。根据刑法第272条的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巨大，可以处3到10年有期徒刑。可白甜甜对这一切根本就不知道，她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还好她无意当中把这个事情透露给了自己的好朋友刘鑫，刘鑫听到之后啊，非常的着急，他特别想拆穿林一斌的真实的面目。但是他又想到林一斌威胁自己的话，想到自己男朋友、爱情等等这一切，他不敢去冒这个险，打破这样的平静，他不能够拿失去爱人、失去幸福生活做赌注。那这个时候，刘鑫该怎么办呢？说，你不要轻易相信林一斌，今天也不要给他钱，因为前两天我看见他和别的女人在一起，从他们的动作和表情看来，关系很不一般。无论如何，今天都要缓一缓，弄明白了再说，知道吗？好，我知道了。明天你到我家来，我详细跟你说。道上可能有点困难，得过两天再说。公司那边来的电话。嗯。好，那我送你回公司。
可以行动了，把照片寄出去。这是怎么回事？干嘛呀？这照片哪来的？我问你到底怎么回事，你说不说？甜甜，你别激动，甜甜。我没告诉你，我是怕你伤心。我跟刘鑫之前好过一段。你说什么？我知道她是你闺蜜，我也吓了一跳。那天给她过完生日以后，她就找我，她说她看见我跟你在一起，她不开心，让我跟你分手，我没答应。后来她就把我骗到酒店，然后给你发短信，她想让你看见我跟她在一起，让你以为我勾引她，我又怕你误会，我就撒了个谎把她骗走了。可我没想到她竟然还找人拍了照片。你骗我？你是在骗我的是不是？你骗我，你骗我！我没有，甜甜，你冷静点。你骗我，你让我怎么冷静？没有。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呀？都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他怎么能这样对我？刘鑫，我今天问你，你到底安的什么心？我的男朋友就都那么好吗？你为什么一次又一次的把他们从我身边抢走？我白甜甜上辈子做了什么孽？你这辈子要这样对我？甜甜。你喝酒了？你到底在说什么呀？你少给我装傻！我告诉你，林一斌都已经告诉我了，你们两个以前交往过。我跟林一斌交往过？喜欢过你又能怎样？我白甜甜现在是林一斌的女朋友，你凭什么让他离开我？你有什么权利支配我的幸福？你都已经要结婚了，我的男人就不能放放手吗？你要相信我，我不知道林一斌都跟你说了什么。他是个大骗子，他真的是个大骗子。我那天亲眼看见他搂着别的女人在酒店开房，而且我根本就不可能跟他在一起，我永远也不可能。我的幸福对你来说，那真的是那么难以接受的事吗？为什么我对你那么好，你就永远也见不到我幸福？经过了内心痛苦的争斗，我们看到刘鑫还是选择告诉了甜甜，说这林一斌啊有问题，但是他又不能彻底把这一切都说出来。哎，不过呢，
暂时的是把这个借钱的这个事儿，哎，这篇翻过去。刘星很纠结，就是所有这一切关于林一斌的这个人的真面目怎么告诉甜甜？万万没想到，林一斌反咬一口，说自己跟啊刘星之前也好过，而且还诋毁、挑拨这一对闺蜜之间的感情。甜甜听到这一切，非常的愤怒。你想，对于她来讲啊，几年前你抢我那个男朋友，几年后你现在又抢我这个男朋友，所以白甜甜一下子就陷入到了那种不良的情绪当中，啊，越想越生气，越想越气愤，越想越伤心。她找到刘鑫说：“你怎么能这样做呢？”刘鑫现在百口莫辩，他就想脱口而出，说林一斌曾经伤害过我，是个骗子，但是又说不出。刘鑫的内心非常的纠结，我相信您也明白啊，也其实替这个女孩子着急，也能理解她，她没有这样的勇气，但是她又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好朋友被一个骗子欺骗伤害。这个时候她该怎么办呢？一边是姐妹情深，一边是和自己的未婚夫啊浓情蜜意，刘鑫到底应该做出一个什么样的抉择？那么这个林一斌的真面目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才会被拆穿呢？明天请您继续收看。林一斌他在骗你，我会去自己调查的。你是什么血型的？想不起来了。这就是你要的答案。怎么样？对不起，我让你拥有再次选择的权利。我所有钱的婊子了啊！看普法故事，品百味人生，我是王小磊，咱们明天见。